那个牌子念 Horizon， 拜托不要再乱念了。这什么？不可能！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哇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个爸爸真实劈柴的画面，为什么你都对不准？最近，那个一氧化碳的问题，所以也提醒大家，就是冬天帐篷里面开，不管烧煤油、暖炉、烧炭、烧木材，不管你烧什么东西，
就是通风通风通风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买了这个一氧化碳侦测器，然后呢，就让我想到说，我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个牌子就是在台湾很有名，它叫 ADAMOUTDOOR。然后很多的 YouTuber 啊，很多的就是拍片的人都会说，ADAM。其实我还蛮想要问一下这个厂商，就是他真的希望大家叫他 ADAM 吗？因为他的全名应该叫 Adam Outdoor。然后呢，我又想到还有另外一个最近还蛮常在各个 YouTuber 建开箱新的那个帐篷还是天幕，中文翻译应该叫天际线。然后那个牌子念 Horizon， Horizon， 拜托不要再乱念了。老板要请客的，这边等就好了。乌梅不吃啊？不吃。老公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它里面还有牛肉哎，本身的酱料包。我看一下。为什么会有酱料包？红酒炖，对啊。因为自己炖。牛肉是我自己炖的、啊， oh. 我炖好，酱料就没有，我没有，这样比较方便。谢谢。哇，很红嘞，红了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你要借回来了。哦，这个牛排有点厚度、啊。考验我的技巧。那等下切开之后，有一些还没完全熟的，我要再烤一下给你。好。Thank you.
是剥皮辣椒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就是一般那个小吃店里面那个辣椒酱加酱油。哇，很烫哎、欸！哇，好强哎！那个柴真的真的是那个柴特别的小，不是我逼不到，好不好？